幸福的梦，念暝到站，车有缘的人就请，车有缘的人就请。那是龙哥哥，那是龙哥哥，永远拢无倒转来，你有啥物打算？哎呦，你到底在讲什么笑话啦？你若是再敢安尼讲一届啊，我就把你的嘴要舔起来。不是啊，啊，你不是常在讲做什么代志，拢爱有万全的准备，啊，最坏的打算。我只是想讲要跟你参详，若是龙哥哥把咱两个绑的，拢无倒转来。那是哦，真正有迄一天哦，我会甲阿爷这个哦打起来，这个家哦，给我来还。妹，这人我来担，家我买单还。阿丹的囡仔拢大汉啦，认真讲哦，伊嘛应该要担这人啊。我想要讲的重点是，龙哥哥若是真正拢无回来，你会用给千山也嘛送一个机会。哎呦，我已经讲几落百遍啦，我甲千山就真正无啥呢。你搁讲这個，你是超工要找我冤家呢？而且搁再讲哦，人千山哦，去哪里哦，还搁有甲你救哦。我知影啊，我真多谢伊甲我救出来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唔会改观呢。讲真正，进前哦，我对伊印象真啊足歹，我感觉伊是一个足阿爸的人，硬要哦为龙哥哥身躯边甲你抢走。啊，今仔日哦，甲伊相处落来，我感觉伊这个人哦，袂歹呢，真漂皮，啊又个 gentleman， 我是感觉伊甲龙哥哥哦，会比一哦，所以安怎？哈？所以我伫想，若是龙哥哥无转来，你若想要甲千山走，你着，我会同意。哎呦，吴春香女士。啊！你今仔日是林海湖啊，水到即马头骨裂形哦，转来哦，你是不是乌白讲啥啦？哎呦，大姐，我是为着你的幸福设想呢，我只是想要甲你讲，若是真正有迄一天，你做你走不要紧，我希望你幸福，我祝你幸福。哎呦，你是！真是三八到五春的你，我拢做阿嬷的人嘞，你是嘞？哎呦，真是！大姊，我真正是把你当作家己的大姊，你爱替家己吼加想一挂，你为这个家付出遐尼多，我袂遐尼自私啦，硬要把你。头一次的家，你莫来佚佗，就是讲我唔知影，你想要骗我离开这个家，安尼安个就是你家己一个人的，莫来佚佗。无，我无讲我要一个人守这个家哦。你拄则唔是安尼讲的，你心内就安尼想啊？唔是，我心内真正唔是安尼想的。我心里想的是，我希望我、甲你，还佮有龙哥哥，咱三个人会用的永远、永远拢做伙 ，forever。哎呀，想阿妈啦，莫安尼啦，我要来去洗提提扫手啦。你要甲我扫出去啊？我来去扫家务皮啦。哎呦，莫啦，大刚你，哎呦，讲这有诶无诶，连宵诶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哎，真正，好啦，拢知影啦。
姐，老早，老早，啊，物件拢看有交着无？嗯，啊，你伫咧无闲啥，干脆我倒啥工？啊，免啦，啊，遮个吼，就是要你扎转去的，啊，你讲讲法嘞？遮尼济哦，母阿公吼，啊，你倒卖菜，这算是吼，互你个工钱啦。啊，迄菜甲水果拢家己种个，啊，无偌济钱，你莫负担啦。嗯，你跟阿妈用心种的菜哦，拢足好食的，我足感动的。我要跟阿妈说多谢。阿妈，人咧？哎，对啊，阿那个怎啊袂巧？我来看卖下啦吼。哦。哎呦，母啊！哎，好可怜的。阿妈。母啊，你今晚怎么才起来哦？是啊，哦，我唔知那怎啊，那遮好困啊，看遮入面咧，看日头照脚酸啦，较精神啦。该找你袂走，哎，我拢也袂甲伊拍招呼，我哪有可能离开啦？嗯，王母啊，啊，你敢有倒位无爽快啊？无哪安尼困到睡袂起来啊？无，我哪会无爽快？我吼安尼偌好困啊，偌入眠的，一醒困到天光哦，连便所都无去哦。真实的哦。系啊。一定是因为哦，我陪伫阿妈的身躯边，阿姨心情好，才会困到足入眠的，对吧？嗯，较慢嘞，你进前困的，敢那你真鱼安尼变来变去，我拢困袂去。阿雄。昨暗那我拢无感觉着呢，啊，迄是因为哦，我昨暗哦拢唔敢乌白叮当呢，我就惊讲你阁会互我差精神，所以真正有差吼。哦，好啦好啦，你啦你的睏片是足歹看的啦，安尼啦趁这机会小改一下。安那？啊，阿妈，我的车你要来啊？好。啊，你得好好保重家己哦，有闲我一定来看你。放心啦，母啊，我好好照顾。啊，你哦，不管心情好，心情不好，随时拢会当找我，啊，较常来咧。嗯嗯，姐，阿妈半暝去民宿，常常拢会无开电话，啊，你就尽量陪伊做伙去，莫互伊一个人哦。啊，佮有阿妈惊伊去走民宿，啊，所以做工课的时阵拢无爱啉水，你爱提醒阿妈爱加啉水。哦，我家己阿妈，我家己照顾，免你加陪。哎，你哪安尼讲啊？阿慧君啊，我替你关心妈妈呢，无讲说多少，我讲话加薄。对嘛，你家个小妹讲的，那你还歹相扫。你莫怪阮姐啦，可能是我今日着伊甲阿妈相处的时间，所以伊无欢喜啦。就是讲啊，阿妈，啊你唔管后要去种菜还是买菜，我嘛就是要陪你去的。不过你用带慧君，我当然嘛会食醋啊。哦，讲得敢那有影的呢。好啦好啦，后抓你啊较接地啊。阿妈，那你我先离开啊。嗯，哇，我上来路口坐车啦。哈，啊，较细腻嘞哈。啊，阿佩姐到底来啊？阿妈，我刚才是要困嘞，我想要等你去困一下。哦，好了好了，你去困，我家己来啦。来，姐，拜拜。来来来，这里要看牙关。你莫较直接啦。姐爱困药啊，这就有效的。阿妈困较足好诶。我拢无怀疑我，我的计划总算是成功啊！本来用心计较，是要让娶个特别条件者，结果亚马桑煞颠倒出面来跟你斗相共。为着要得到亚马桑的信任，我只好吞啊。不过杨生村第二期要开卖啊，我看真正。没有蔡大夫这么好吃过。小燕啊，家己一个在隔壁呢。老师，这个。嗯，谢谢。是不是你现在这么厉害着？我都有想要加减两个无？我请你。你莫大概看到我，拢想要叫我加减两个。我只是希望哦，你心情放较轻松的，大家哦，快乐快快乐乐啊！我即马是安怎？小月甲蔡大富两个人伫公司安尼出出入入，还够无够？即马连杜瑞德也要来斗老的，小月。你安尼想过超过啊？一跟我离婚，就甲无同款的查甫人见面。唉，虽然哦，今麦我的快乐，甲我的视力同款拢降息，拢消失去啊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就变性命，甲你找个回来。哦，这句话是你家己讲的哦，你电话做阿高。啊，
对了，我有一个礼物要送你。嗯，礼物？什么礼物啊？这是之前哦，你跟蔡大夫一直要找的啊，所以我拜托少将去查。这是恁爸失踪之前的童年记录。多谢恁嘞，还要紧就查到啊。小寡代志啊，希望这等下调查得到。小叶为什么要查童年记录啊？阿爹，伊刚错量是了好友表去的，咱的表示好友往电话甲错量联络，是卡电话也是传讯息。那是传讯息，这内容咱们讲给我。恁爸的代志，首先哦，嘛真关心的，又拜托恁同事哦，嘛是较加关心一寡。啊，只可惜到今嘛，阁无什么线索。这嘛是今嘛我上烦恼的啦，拢经过黄金搜救期了呢，到今嘛还是拢无阮爸的消息。而且你敢知影，阮小妈今年为着要赶紧有阮爸的消息，才能后背是要骗去。这个，我是不是跟你爸吃到啊？啊，无紧啦，只是公司哦，淡薄查出来尔，我来资金，等我先好了。谢你，我看你想要逃脱了哈，你莫后白讲好吧？我是拄在那个道歉时，热水出现啊！你若莫来一个一个参像蔡大夫同款，拢要伫小叶面头前讲我的歹话，来破坏我伫小叶哦心目中的地位。你无做惊人讲，黄冠廷，你拄只是无出声，因为我惊你会生气。我知影你不是要看到我，我惊你若是听到我的声音，你的心情会足激动的，已经影响到你肚内底宝宝，所以我就刚会使伫边啊，点点啊关心你。我着拄则看你的资料敢若要落去啊，所以甲你道歉一下。你跟老实讲啊，你是不是群众小姐？我是当时咧群众伊啊，我伫遮坐足久啊，我是拄啊看到伊，唔则怪。再说我心内也够有伊，所以我来甲看者，讲啥毋对。而且伊拄才一碰着我的手，你也知道我是啥，就代表伊即摆也甲你关心我。你的面皮哪会当这么厚？这是我甲小伟的代志，你无资格插手。我无资格。想当初时，我甲交往时阵，你可毋是倒去想嘞？你认为我讲资格？我不是要跟你讲一挂话袂，小叶，以后陪你出来是亲像杜丽的安尼拢该放的，安尼你若是拄着危险要安怎？我即摆上大的危险就是你。所以你即摆意思是讲我咧交了，我咧交了你甲杜丽的约会？你们乌白讲哦！我讲唔讲唔对的，你一离婚哦，就这样侪糟帮我活过来。小叶拜托的，你即摆巴肚内底还够我的囡仔，你嘛想无替我留一个尊严替囡仔想者？卡免以后囡仔出事哦，佮听别人讲你的歹话，你安尼，你安尼将来是要哪做囡仔好模样啊？你真敢讲呢？你咪如果好超过啊？我见着你，你咪较小叶。垃圾的人，心内想吼，垃圾代志。我佮伊只朋友尔，说好你哦，我是歹听着。我见过你啊。讲话上较细腻的，我若无我是当告你的。啊，搁有啦，你声声不管你爱伊，结果咧，你所做的拢是伤害伊的代志。伫这世间，上无做讲爱伊的人，
就是你的。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受过什么痛苦，我是有做不对，但是无不对。不过爱的心从来唔捌改变过。讲出来袂啊，真正是无采动采时啊。我只是恁社会，顺便跟你去一山呢。你全部的所作所为，拢我真看袂起。瑞泽好啊，我先甲伊讲遐尔济，来走。小叶，伊那咧一日一日拢爱讲我的歹话，敢讲你无要替我讲几句话？你若准讲我听大家骂你，我会足欢喜的是无？就亲像你拄只家己讲的，搁较安怎讲？你哥是我巴肚内底囡仔的爸爸，我拜托你，留一寡尊严给你家己。我真无希望囡仔出事了后，伊听到拢是别人讲伊爸爸的歹话。我无跟你斗相共啊！你杨生村第二期小矮到过一关，迄嘛是我去撬的。你搁后边在偷人情是不是啊？你私底下做遐代志，我拢知影，我只是平淡讲尔。我警告你啊，上好离较远的。那哪波是被帮你说？哎呀，我看到通联记录，嘛不知刘良到底是谁。蓝小燕若真正为爱资料查到什么线索，那恁这摆我得真正躲袂过啊！我不安怎？卖想要骗我？我感觉足见笑。迄是伊的问题，甲你有啥物关系啊？哪会无关系？伊要找人是我，是要甲人冤家。我即马变到安尼，感觉替伊感觉足艰苦。其实我是真正就无想要对伊讲歹听话，我看安怎讲，我甲伊做过阿婆，我是真正就希望咱甲伊好聚好散。他们阁想不到，后来我才发现，离婚上困难的就是这四个字。虽然我甲伊是无熟啦，但我印象中，伊应该不是安尼，那变甲啥会做？若是你安尼想，我嘛感觉。你到底是经历过什么代志，才会变到安尼啊？你即马是替伊找理由啊？男生来讲，阿婆是上高互相影响的人。啊，黄冠廷就是跟我结婚了，才会变到遐尼啊歹啊。我当然嘛会想，当初我若是会甲伊关心，会甲伊体谅，伊是不是就袂变到遐尼啊歹啊？这我咪袂当完全拢安尼讲，已经不是囡仔呢，啊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歹，讲我也分袂出来。伊若真正想要行歹路，就算你甲挡，也挡伊袂了。我是认为啊，你甲伊以后相貌真要搞出来。是啊，我甲伊还佫有囡仔，阮两个就无可能断互你。唉，我敢希望啊，以后囡仔出事了。我替伊面头前讲着伊爸爸的时阵，我嘛会遐尔艰苦。你也是这样良心吗？无法度啊！啊，你嘛知影，我为高中的时阵就介意黄冠廷。啊，我爱伊爱到遐尔济，伊话变就变的。对我来讲，打击是真足大的。当初我想要离婚，是想要救我家己。安慰今麦为着囡仔，我嘛想要救。迄妈伊家己想要改变啊，人咧讲啊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。你真正想要改变，变哪可能遐尼简单啊？我知影恁今麦大家拢足讨厌，我嘛对伊足生气的啊。阿姆哥，郭安总，要唔过你也是希望伊早晚会改变。我知影，你伫感觉我是过天真啊，啊，无就是过小气。为着我即摆就是无想要放弃任何一个会当互黄冠廷觉醒的机会。那
我真正唔知爱讲吼，你是好人，还是人想过好？既然哦，为什么做到安尼啊？这个，这麦当糕，就好亲像一项物件，你做珍惜的，还佫无说你该用歹去。啊，你嘛唔知影到底有法度该修理好无？啊，不过，咱想要试看卖。这物件歹去啊，是我都修理啊。不过人的心若是歹去，就无能修理好。感谢爱家。我的靠，天公伯早就派一个人哦来修理你的心嘛，只是你唔肯面对。你是讲张明月？我无讲哦，这是你家己讲的哦。明月敢是安尼做的哈？我伫只辛苦汇票给听呢，结果呢？等得起。哎呦，你敢无感觉？这阿瓜佬甲爱家是个遐尔闲，而且佫虽然伫你的身躯边，这一切哦，好好才就是注定好。啥？我一路有种感觉，天公伯啊，一定是有感受到你对爱家的爱有偌深，你才会安尼安排。我感觉你对阿婆拢无感觉。透年酒醉的时阵，想要柴米煮食饭是毋是啊？你卖叫是讲日久生情，到我度为王阿变做一夫人。你开车会收回去哦。小心点起来。嘿嘿，你人真好，阁真温柔。无参照外表看起来真无情。你拄则是不是想着阿婆啦？是我安怎，还毋是我安怎？啊好啦好啦，不管有啊无哦，我拢想要甲你讲，我是真心哦，感觉阿婆这个查囡仔是足好诶。你若是敢甲伊做伙哦，你达。刚拢足欢喜的，因为阿哥啦哦，那足够醉的呢，尤其是啉酒醉的时阵。哎，瑞德，其实我会当理解啊，你心内一直有一个位置是永远属于爱家的，阿姆哥，人生的路够足长的啊。有时冰酸，有时坎坷，但永远无法度保证讲，咱上爱的人有法度陪咱行到最后。啊，不过我相信，在咱的生命中，一定会当出现一个甲咱有缘的人，而且陪咱做伙行落去。无定着。因为有缘的人，想不到。这通联记录内底当看到，怕出代志真假。较好也联络呢，那卡电话、固传讯息啊。啊，讯息内底是啥啥？我另外一条，好也传我爸讲，你的前颈塞在我的手头，阿爸就回，讲我什么地带，然后好也阁传，有一个天大的秘密，甲你有关系。敢讲你无想要知影？秘密？伊敢讲什么秘密啊？无呢，后来爸就敲电话给伊啊。啊，这最后一个讯息是好爷托爸讲，爱爸早起6点
这是这个山区居民。对啊，这就是最后一个通联记录啊。所以是好爷可怕吃落去的。目前看起来，好爷嫌伊上大啦。应该就是伊啊，啊都无，快点让伊抓起来嘞！管是想要怎可怕吃落去啊？这真歹讲嘞，就找着好爷，才当知影代志的真相啊。三大夫啊，我乃感觉这代志愈查愈乱啊。一开始咱怀疑的人是阿玛莎，啊，不过后来就让红抓起来啊。伊阁讲是黄冠廷做的，啊，即马咱查到的线索，阁甲好雅有关系，啊，不过好雅都落跑啊。就算咱有法度找到伊，让伊跟黄冠廷对质，啊，不过我感觉伊两个无可能是你是家己做的。哎，这就是代志麻烦的所在啊。山区遐尔偏僻，只有路口的监视器，无新的进库，无新的进度。哎呀，想做代志变到遐尔困难啊！哎，该不要拿怎么样好啊？头就疼。哎，头毛乱去啊！你做啥？无啦。头毛乱去啊！我替你用好啊！你看人家大要创啊！歹势啊！可以目睭看无，所以有较敏感。不要紧啊，你保持警觉是对的啦。啊，不过咱伫个咱家己的公司啊，就你甲我，啊，你免烦恼啊，我伫个。我甲蔡大夫毋是你所想迄种关系。不管以后恁两个是啥物关系，我拢会照顾恁。因为当时三恁是提供给我上好的礼物啦。我才感觉，当时三恁哦，是提供给我上好的礼物。是一个遐尼好的查囡仔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若是查甫哦，我一定留你。等下我感受娘娘。谁呐？你人不爽快？蔡小叶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你今天哪会怪怪的？无啦，你莫甲我告我啦，慧君的，伊跟我讲，当时要转来上班，就无要吵我啊，只有端仪哦，刚完转来上班才要讲啊。哎，听来都袂惊哈。会就有可能，安尼就无要做啊呢？袂吧？嘿，我好爷薪水袂歹呢，而且伊要去倒位找一个，参像朋友同款，会当甲伊安尼搭嘴讲，时不时搁会吐槽的头家。蔡大夫，慧君对你来讲，敢真正是甲朋友同款？我毋是爱你，好快想清楚家己的心意。我真清楚，我真清楚，我的感情是要对谁付出。付出无代表是爱啊。啊，不过爱就需要付出啊，需要包容，需要尊重，啊，需要默契啊。小叶，其实我拄则讲的，我拢会当给你。你别紧张啦，我只是要让你摸我的手链。小叶，这手链是你送我的啊，不管我遇到什么代志，我都无提落来。现在认真跟你说，我对你的心意从来都没有变过。好啊，你别再说了，我刚刚想要跟你做一世人的家庭啊。
你敢会当我一个机会？袂用的，蔡大夫，你根本就无了解你家己真正心意是啥。你爱敢真正是我，还是你只是因为爱袂着，所以才愿意放弃？就参与当初，你对爱家的感情嘛同款啊，你嘛是后来才发现，你只是无想要输尔。所以我认为，你追求的不是爱家，嘛不是我，只是结婚，你愿意放弃的坚持。你都记住我。如果你不是我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心里在想啥。蔡大夫，我只是希望。好啦。我知道你的心意了啦。我不怪你啊，只当讲啊，我这个人背离哦，就不需要单恋爱。看我只会当好好做工课，替爸把自己给修好掉。对，你讲的无唔对。不管是你还是我，即马上要紧的，就是要赶紧找着爸。今仔日这件代志，咱就当作无发生过，咱是吃茶啊，好不好？朋友来接你啊，我出来就去。唔免啦，我家己会用的，公司我就是，你不用你。所以小叶跟蔡大夫拢已经看过啊，不过因看起来跟何灿就无反应，看起来一半机啊，我应该要搞袂输啊。洪冠廷，大家就别动啊。蔡总经理啊，我今仔是专工送礼，免来家己恭喜啦。你叫是讲我会相信你啊？讲是真实嘞，今麦恁的消防检查已经过关啊，杨新村第二期慢慢开始卖啊，所以讲恁的复备建设嘛被办伫你的手头啊。你讲，敢无需要恭喜者？做到阮摕到建设的人，唔就是你啊？但是也马上出面，敢会帮阮耍？蔡大夫，敢讲咱这些人永远都无机会为弟弟变成是朋友？好了，算算去。还是讲，既然我拢这样有心啊，你是不是想无来添一寡茶来请我？林茶，我对你是无什么耐心啊。物件空的，你会当走啊？好，那呢？江，是恁公司的职位，今麦恁公司哦，嘛需要安尼。我今麦上需要的，就是你一个就办公室。部长，我今麦感觉你做不过来，
你公司里面就要赚钱啊！你唔得吹笑话上才对，得到安尼鬼面傲嘟嘟，未输，敢那死人咁快。你跟我出去，咱之间无啥物好讲的啊！我今仔来啊，是想要甲你安慰一下尔。虽然讲你这样想是要做我囡仔变老爸，不过你也是受到小叶母亲的拒绝，你即马应该就是要哭。你到底听我跟小叶讲话？我无偷听，我是拄好上礼来，我拄好你问无几，啊，拄好去我听到安尼尔。啊，你妈妈安尼见笑当受气啊，将这四段线索拢塞来我遮，对我来讲真正足无公平。无彩啊，你那几工甲小叶黏条条，我真来在乎你表现的机会，你也是表现袂好，小叶也是同款无爱你。这个代表啥？代表你也较早死心的啊？你家己感情无？不该乱糟糟，搁伤害小叶，你有啥物资格讲话？是啦，我是无资格。不过你连续告白两摆拢失败，我真来替你感觉足悲哀。拜托你，莫搁坚持啊啦，好不好？小妹，其实除了我以外，是无可能甲接受其他的查甫人。可是你若是真正这样介意囡仔，你就去甲爸娘生啊！你莫再一讲到啊，拢少想要做我囡仔变老爸，我少想要搞木国国去啊！就算小妹拒绝我了。你嘛无资格做伊个红仔，恁已经离婚啦，你只是伊奶老爸，其他个你啥物都唔是啦。啥物都唔是，人从来拢唔是，我是你。除了小叶无想你接受你以外，讲较白个啦，你甲小叶根本就唔是真正弟啊。伊想法保密，你一世人拢卖细讲。若是连你甲小叶共细娶，这个关系拢无啊，那呢，你就只不过是一个外人尔。啊，不过我无共款。我甲小叶有共同的囡仔，阮一世人拢永远牵做伙。讲到底，伊就是我手下的败将。你一世人，拢免想想要赢我。我天地！这人哪这么没品，说不赢就这样起家动手。你这笨手多好而已啦，像是笨手啊，我跟你说你真是笨手，你一想我没手就要见到小叶。乐可可带酒，敬你，谢谢，谢谢啦。没事没事。大妈咪挂念老朋友的尊嘟说，今嘛哪会连妈咪拢倒戈啊？笨蛋 Q 莫爹地，到底是倒啦？俺们赶紧回来，莫到时阵哦，恁两个莫拢对人走。这是咱家己的厝，不是别人的啊，无遐尔危险。啥物无遐尔危险？这桌啊，这椅啊，这脚拢足危险的，你家己爱较注意的啦。好啦好啦哈，我会较注意的，你放心啦。啊，你嘛爱相信我，你好无？莫遐尔紧张啦。好啦，我相信你啦。你要喝水吗？好啊，麻烦你。啥物麻烦我？我是恁小妹呢，你唔听讲？茵茵，去帮姐姐倒水，这样才对哦。茵茵，去帮姐姐倒水。对，就好哎，姐小妹还尔大心。
你想哪？无啦，上好是无，伊免想要骗我。伊是咱家上乐观的小宝贝呢，要哪有可能咧雄雄偷大亏？阿华仔，是不是张元勇惹你生气？是啦，那有可能。不是张元勇，乃就是小豆豆啊，吼。伊无乖吼，顽皮哦，无要困哦，一直哭吼。哎呦，你这种妈妈也开心来啦。不是啦，小豆豆超乖。哦，应该是有感觉到最近出来对气氛无吼，伊这几天啊，拢乖乖咧困哩。安尼哦。妈，奶奶你到底想怎啊？想到要偷大鬼啦？无啦。哎，我着，我着咧，我着咧烦恼弟弟啦。我着咧想讲，已经几啊天啊，弟弟还是无消无息。哎，咱坐过的所在吼，咱嘛拢已经去坐过啊，就是无啊。啊，甚至哦，妈咪今日搁去问新民的啊，差一点啊，叫用骗去。啊，啥？小妈才哄骗去？啊，伊讲安怎？哎，无，好佳哉，有啊啦。啊，我就听到伊在讲电话，然后我搁找到迄神棍的妹子啊。我就甲大妈咪讲，啊，大妈咪甲亚马逊就去救妈咪，吼，无妈咪上可能就会去迄个神棍那个。拜托，收我下嘛！小妹拢几岁啊，搁哄骗？妈，拢几岁啊，搁哄骗？我原本嘛足生气的，啊，不过大妈咪甲我讲，妈咪嘛是因为想过烦恼爹地，伊才安尼病急乱投医。所以我想说，我就不生气了。是啦是啦，人平安无代志才是上重要。其实我会当理解妈咪的心情哦。那我最希望，只要求神明，就会当让弟弟倒转来。无，不管爱我做啥，只要会当让弟弟平安倒转来，我绝对拢会去做，无第二句话。英英，爸，爸一定会平安回来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啊，无嘞，伊是错龙呢，伊是咱哦地表最强老爸呢，无人能甲破倒的啦。伊是地表最强老爸，伊是大英雄。妈咪，伊刚刚讲什么亚马逊，我漂白，我引导，呸！爹地才是世界第一帅，对不对？啊，讲到这里生气。等一下。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代志？是我唔知影呀。无。蔡姨，莫假哦！我是即马目睭看无，我毋是臭耳人嘞。拄则讲话口快，我听着就问题啦，一定有代志问我，你紧讲哦，坦白讲，即马就讲。我讲，哎，就迄啦，就一个吴尊香啦。今日哦，亚马逊甲救啦，啊，伊就对咱印象哦，为负100分变正100分呢。啊，伊佫讲，爹地若是一直无回来哦，伊愿意祝贺亚马逊甲大妈咪做伙。哈哈，袂吧？很夸张哦。虽然大妈咪想要追求第二春，我是袂反对啦。我嘛是希望大妈咪会当真正得到幸福啊，会当幸福快乐啊。不过万不哩，爹地若真紧就回来呢，啊，伊就会发现讲伊的某对人走，安尼，爹地很可怜呐。
你别在胡白想啊，根本就无影的代志，你是在吼？啊，什么吼？你确定？快点，亚马逊对大妈咪真的很痴情嘞，一起痴情男子汉嘞。哎，一起是安怎？无代表我妈就要接受伊啊，这嘛是要看我妈家己的选择，好不好？咋啦？因两个熊唔讲话啦，秘书啦，啊？说话。哎，你嘞？你嘛是安尼想的哦？我是嘛是什么意思？就是。就是你跟臭豆腐。其实我知影臭豆腐对你那是遮底下的感情尔，伊有可能啦，或许啦 ，maybe 啦，啊，佮你佮伊定呢？你莫生气啦，我是真正有这个感觉呢。我感觉之前伊是因为你结婚啊，所以才会把伊对你的这个感情吼藏伫个心肝内。啊，不过即摆你已经离婚啊，就算我已经离婚啊，蔡大夫还是我的小弟。啊，你拢无感受到伊对你的感情？伊有跟我告白啊，啊，不过我已经走了。为什么要拒绝？恁两个人不是相处得真好，而且跟恁两个人是相有默契的呢。林姨，相默契不代表就是爱情啊，情人嘛，当就有默契的，敢不是？哦，所以你一点嘛拢无该吵到我，一点点都没有。伊对我来讲就是亲情啦，而且我现在最需要的是情人的陪伴，还有支持。我若想安尼，就失去一个我最亲的小弟，安尼有时就怕算，我嘛感觉就遗憾的。所以，这就是你现在的选择。嗯。小姨姐，嗯，我还可以再问一题吗？好啊。你敢是阿哥对黄冠廷感情？甲黄冠廷无关系。其实，是我感觉我即摆人生无爱情这个选择。我现在最要紧的是想要把我的宝宝生下来，把他好好长大，还有我想要提拔想给我们这个家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好，那我了解了。臭豆腐现在应该很受伤的，是你一直讲臭豆腐真介意我，啊，不过我感觉，迄只是伊家己无得放下坚持，一直咧钻牛角尖尔。哦，林英啊，嗯，若是有机会哦，你替我甲伊考劝啦。嗯，其实身躯边已经有一个更加好的选择，但伊受痛了，伊就会了解。但伊受痛，吼。真正希望爹爹会当赶紧倒转来，咱就会当甲以前同款，一家好咯。哎，
一定会全家尽心孝敬到底。想出国个病患啊，我就是讲，唉，我甲伊啊，真正干那死啊，做一世人的家底啊。自一开始，我就应该知影啊，看起来我是自作多情啊。今麦下班时间，阁有谁会来？谁啊？头家歹势啦，我是不是甲你搅了着啊？林慧君，你总算是赶完回来哦。是啦啦，我知影伫这时间我无应该请假。你哪受伤啊？发生代志啊？哎，卖忙啦，就是小狗啊，跳到那个外毛。可是我关停。你哪会知？恁是不是搁为着小叶子的代志，两个人搁冤家啊？不是啦，是我袂安那甲慧君讲，我有小叶子抓啦，搁有黄冠廷笑，我实在就无面子的。哎呀，无想要讲，不要紧啊，我替你买药啊。你明明知影伊就是一个痟的，啊！你是安怎要甲伊相拍？就当作伊是一只狗，别乱变，唔就好。你看，有到最后，规身骨拢是伤，安尼敢有较好？只有家己加艰苦尔。再怪你啊！是安怎怪我？你若是无请假。你就伫我边啊，甲我阻挡，叫我较冷静的。而且哦，你真无义气呢，走去山顶度假，放恁头家一个人咧无闲，敲电话互你，你唔回啦；啊，传讯息互你，你唔回啦。哎，怎啊？我讲恁两句啊，你无欢喜啊？我无欢喜啦，啊，搁有倒位受伤。就是听你替我看一下，我看卖。啊，是啦。你拢好菜啊呢。阿叔，我家己来好啊。啊，今日你倒来上班啊？你甲我斗查工一下，明仔载甲我倒点资料整理你个啊。小姐啦，你有话就直接讲啦。阿姆哥，袂当阁要求加薪水啊。即个啊，你伫公司上无闲的时阵咧请假，我无扣你薪水哦，你好头笑啊。我听讲，阿无找到阿伯，你的心情。啊！你不是讲过啊？无消息就是好消息啦。无听到阮爸已经有人救起来啊，因为一挂原因无倒转来厝的。啊，伊嘛有可能参照瑞德进前共款啦，去弄着头，失去记忆啊，唔知影家己是谁啊？嘛是有可能。我相信哦，阮爸总有一天一定会回来。我即马需要做呀。就是把这间公司修好，把这个家
阿秀好。看你这么坚强，我就放心嘛。你还着讲，我恁头家呢，你免烦恼我啦。你莫让我烦恼你，你好好偷笑啊啦。你讲的无唔对，一直拢是我让你烦恼，其实你根本就无需要我。无啦，我跟你讲真笑的啦，我唔是迄个意思啦。虽然你天天的，暗过时阵你嘛足巧的呢，能力嘛袂歹啊，会当减轻我工作的负担啊。头家，我知影你对我足好的，我之前做唔对代志，你拢会原谅我。我想要请你原谅我最后一次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辞职？请头家温准。林慧君啊，你莫叫我一个我脾气，我你就安尼乌白塞性地哦。顶届恁甲恁爸为难无转来，你嘛是安尼雄雄辞职啊？哎，我是倒位惹你无欢喜啊？啊是，你对我倒位不满，你直接讲嘛。我无不满，我拄则讲啊，你对我真好。无，你想怎要离开？因为我无遮尔坚强，我嘛无遮尔大方，我无想要讲，让家己感觉心酸心痛。你讲，是毋是阁有人互你受委屈啊？我替你解决啊，啊是因为。因为恁爸昏迷的代志啊，啊是因为恁姐啊，啊是恁妈，搁甲你为难吗？哦，好啦，你莫艰苦啦，无咱做伙啉烧酒嘛，啊酒甲啉落哦，甲所有痛苦拢放袂记嘛，吼。啊，不过这个让我痛苦的人，就是你。蔡大夫。我喜欢你，我知啦，啊，你之前就有讲过啊，我嘛有讲过我喜欢你啊，咱是真好的闺蜜呢，啊，咱不是讲好啊，要做一世人的好朋友。我讲的不是朋友那种喜欢。咱两个明明就是朋友，我是安怎袂把友情当作是爱情？把代志不甲这样好。你真正喜欢我，是男女之间的关系。那呢？想说我正常问你的时阵，你不是你。因为我知影是我家己偷偷喜欢你，你对我不够尴尬，我怕以后咱两个连朋友拢做袂成。那呢，想说你今麦阁跟我坦白啊？我想要继续了，我只是一个很平凡、很普通的查某囡仔，我看到我自己喜欢的人对别个查某人好，我的心酸啊！我的艰苦，我的想要逃避，所以我才请假去山顶。我真正因为小月的代志，对你态度无好，
甚至个，我甚至个拜托你去照顾小叶，恁着足伤心诶。照顾小叶姐是我心甘情愿诶，因为伊嘛对我足好诶。啊，毋过看到你诶不甘意，老实讲，我也是袂听。所以我无想要搁做电灯泡，我无想要继续教了恁两个，也无想要予我家己为难。君，不是安尼啦，我从来拢唔捌感觉你教了我。我讲过啊，我记得。你要对我祈祷。我无想要再继续安尼落去啊！我惊继续安尼落去，有时看我会气晕倒，会变成一个连我拢无喜欢的人。我就是一个直男笨蛋，中央空调啊！哎呀，雪，是嘞，我真正不知影，原来你踮着我身躯边遐遐痛苦。我不是超工伤害你的。你敢有回心嘞？小叶姐嘛敢有回心嘞？啊，不过恁两个人拢摸唔着，是我爱到一个不爱我。你真正要离开？恁讲话歹听，人个骨无歹斗，但过有时阵，伊嘛足温柔体贴。你也不要像仙女棒，过来我下弯。你对我好，我永远记你的心内。你唔免烦恼我，我只是失恋啊，无你卡伊啊，我就会拄着我命中注定迄个人啊，我会甲伊做伙看更加美丽的风景，你讲对吧？一定会啊，你是一个真好查某囡仔。一定会拄着比我更好的查甫人。你对我可以，我祝福你，会两个家己心爱的人，做伙幸福快乐。加油！你说过的话还记得吗？加油！也许我真的不够勇敢，填补不了你渴望的温暖。再见。街道累了，倦了，厌了，淡了，可无人舍不得，人总在心。
心开着枪。哦，总爱相信我们走着走着变了样。你颤抖的胸膛，我武装了坚强，我们都还在逞强。不忍相信我们走着走着变了样。我以为的肩膀，你还要我怎样？我们都输给了自己的。哎呦，回过来，你还卡多下来过来没有？王大姐，高大姐，我是李逵啊。大少爷，不是我爱讲你啦，咱回过去找囡仔啦。你莫遐大声讲骂哦，咱外委屈你知无？大少爷，我还没讲话呢，你啊，你刚回过完家呢，刚需要还艰苦啊，啊？这辞呈回不下来啊，我要走啊，要离开你啊！不是我爱讲你啦，人回军的尽心尽力哦，啊对你才好着，你袂使哦，因为你是头家哦，啊讲话啊大细声啊你，人伫你身边哦，你唔知是宝啦，啊离开了后，你才知伊好啊，别怀疑啊，赶紧走啊！哼，哎。来了，不要喝酒了。其实蔡大夫这个人真正袂歹，安尼互伊爱咧，我感觉足温暖、足安心的。这个视角袂歹，哇！这个。对啊。料理的茶红啊！一二三，耶！你哪贵啊？啊？你真正要吃我？啊无嘞？你吃无？我吃啦！哎，吃吃吃吃！好嗯，好的。嗯，皮蛋。啊，皮蛋。皮蛋。脆脆乎乎。嗯，肉肉。啊。肉肉肉。肉肉肉肉肉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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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虽然有苦有甜，不过我永远记在心内。不忘来，何苦珍惜这一切？一生愿陪你度过，不管有偌多风雪，心内的话。
事，无代志啊，时间会当治疗一切。快去，加油！你话，这是不是查甫囝？嗯，呀，好啦，你认为啊？快啊！冷静冷静，你莫骗出来嘞！我要逼我袂淑女嘞！你要来三八啦，大少爷，你什么问题啊？你当然嘛是查甫囝。哎呦，条件是不是足歹的？这些无够缘投啊！还是我的能力不够好。讲个什么话啊？你是大个哦，上烟斗的帅儿子呢？你唔那烟斗，骨巧，佮有才情，你一级个呢？哎，莫骗啦，有啥物巧？你想啥拢唔知影啊？我介意啦，我。嗯，我介意我。我是要甲伊做好朋友的人哦。你偏偏要跟我谈恋爱，哎，我讲出白话，我跟小野心哎，我老笑啊！哦，别讲讲，别讲讲，大少爷，这感情的代志问我就无唔对啊啦。谈恋爱吼，有几种情形啦。你爱伊，伊爱别个查甫的，别个查某爱你，这叫做三角恋情。还有一种的，你爱伊，伊无爱你。这叫做无缘的结局啊！啊，这种的是你爱伊，伊嘛爱你，两个就互相依赖，对吧？当然来哦，无遐简单啦，拢嘛痛苦较济，啊，甜蜜的足少的啦。好哇，好，饮酒就好啊，讲什么感情啊，对吧？酒饮落，一酒醉，什么拢放袂记你啊！来来来，饮落饮落。刚了，你讲一大堆，我听拢无啊。来啊！烧酒旁观观，饮酒救台湾。好的。啊！不要酒啊！别羞我，告白失败，好难过。林慧君啊，放我不管，离开我，会好难过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难过，你这样我看到更难过。哦，卖林妙勇，林妙勇哦，就跟着醉啊。哦，嗯，我就是要饮酒醉啊。现在因两个无要丢啊啦，是安怎啦？这新两个无弟弟又点头，你想看卖？恁老爸啊，一世人哦，互两个查某咧折磨。人讲坐牛打无盘，坐某都无地困啦。有当时啊，连眠床都无带来去困呢。哈哈，看我咧，我自由自在。我要打困就去打困，无人管我。嗯。光头姐。嗯。光头姐，光头姐，我陪护你，你才是这个的男主角。嗯啊！对啊，感情算啥物啊？查甫囝够漂白的啦，对无？人讲今生不相欠，来生就不相见呐，对无？对啦，人阿婆拢嘛是受欠济，拢来找麻烦的啦。做一个漂泊的男子汉，咱的生活才是彩色的。漂泊男子汉，好到好到好到，啊，较细声嘞，哦，我在你边啊哟，我唱了。没事没事。我讲，嗯，小的，嗯，我心情啊，搞好啊，
不过有淡薄艰苦诶。啊，不要紧啊，伊是酒啉伤少，啉伤少，啉伤少啦，啉伤少，想伤济啦。嗯。哎，好大啦，好大啦。好啦好啦。嗯。嗯。阿姐。嗯。阿姐。大少爷，大少爷啊！饮两罐米露丸的水到安尼，卡下哩，这个是有酒大无酒量。大爷，要是含你啉，较爽快。我敬你，大爱啊！你到底是一个土匪，来用用拢无效无息。是好是歹，你嘛甲我通知者，就算讲真正无义啊，你嘛甲我托梦我知影。大爷，你知影我就想你个无？吃饱的我，我拍到规身骨拢是伤。敢会当换一个机会？袂用的，蔡大夫，你根本就无了解你家己真正心意是啥。你爱敢真正是我，还是你只是因为爱袂着，所以才愿意放弃？就参照当初。你对爱家的感情嘛同款啊，你嘛是后来才发现，你只是无想要输尔。所以我认为，你追求的不是爱家嘛，不是我，只是结婚，你无去放弃伊的坚持。虽然我规身骨跳到要死，过，快让蔡大夫将痛快表情，我得送。蔡大夫，蔡大夫，你冤枉了。农民是要得到小爷，小爷我拢是我的，你只是我是我手阿伯手。冷笑，王八蛋！你这个渣男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有了我，还是蔡龙？我大家认为我是凶手，我不跟你拍架，还白叫我啊！是把那解决，我心头不平啊！阿娘喂，石头掠拢起来，真正是有够恐怖的啦！我怕我会死啦！拜托来原谅我，我唔知啊，我唔对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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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，袂啦！我自细汉到大汉拢是强拍，今仔日总算是透超开啊！皇冠年迄阵，拄啊好拍到做告白呢，吼！无啦，你较强，拍两下可以吼，就叫唔敢，厉害厉害！像叫这皇冠年吼，啊，规工做一大堆吼，咧歹代志啊！国家安尼甲我讲，我当然啊，该甲夹死起。就是讲的，你坐过家，搁一头过，伊家掠你，真正是垂死的。石头哥，我感觉吼，咱两个人会当组一个侠客二人组，四个行江湖，行侠仗义。帮助！什么行侠仗义？姐姐，你是莫变鬼哦，今日哪拢无声啊？当时搜出来，我还惊者。你真是心虚，才会惊。你是故意做啥歹代志啊？姐姐，你嘛对你家己的小弟较有信心的，我敢有遐歹？有、嗯，你是要老实讲无啦？我也无做啥歹代志，是要讲啥啦？张明伦，伊，我来讲啊，好啦，我来讲啦。啊，其实也无啥，我都甲石头哥去为民除害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遐讲啥？啊，你卖管遐多啦，飞碟吼，就是有一个不可回收的垃圾，我甲石头哥吼去甲扫扫的，嘛是算讲对台湾的环保有一挂贡献啦。哇，想不到你这样忧国忧民，搁热心爱环保呢，那也不要家己啊，包包得单调哈。你敢要四界落落山去找头路？你哦，这是一个大公害。石头哥，我是不知哦，你跟阿伦哦，底下外口做啥物代志？要唔过你会记嘞？你才拄交保，千万袂当惹麻烦。你敢知影？你无在这段时间，默默偌艰苦，偌烦恼哩。无啦，阿我，你误会啦，我唔是吼，叫我干来惹麻烦呢。那无就上好啦，你即马做爸爸的人哦，叔叔哦，待身体默默失常，爱较定着较忍耐嘞，知影无？我知啦。啊，你放心啦，那真正出什么代志吼，我去承担啦，袂牵连到你哈。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默默吼，阿弟出来等我，我先回去啊，哈，晚安，哈。石头哥，今麦敢是咧搞激气？你都不爱相信伊，伊当然嘛无欢喜。我哪有不爱相信伊啦？我是叫伊吼万事替默默设想，安尼敢有讲唔对？无，你拢无唔对。啊，拄仔石头哥嘛讲啊，啥物代志伊家己承担，袂去牵连着你，你就莫管遐多啊啦。啥物拢管遐多？我就是无想要默默伤心艰苦啊！啊，搁有，你是阮小弟，我做这侪关心你，我有啥唔对？无唔对，你骂我是爱我，你怕我是唔甘我，你相信我？爱你。姐姐，我阁有一件代志要来讲。啥代志？我不懂药，我想要吃肉。两个来对我肉吧。姐姐啊，谢谢姐姐。石头哥，你是千万唔通做啥物戆代志呢？是国王的乳肉啦，跳梁在看乌啦。林慧杰，紧接电话。先那么接啦。你是在创啥啦？走路是不得看路的。我就贴啊。是嘞啦。哎，稍等，来。哎呦，来，哎，慧君啊，啊，你今仔日是安怎哈？我哪几个人哦，看起来这么无精神啊？我是这啊。啊？你可能是头路啊？不是。哎呦，我早就叫你哦，别卡袂着的，请假啦。吼，你搁请假哦，几日工呢？
走去山顶哦去耍啊，啊结果嘞，好像是头路啊吼。妈，我唔像是头路，是我家己失职嘞。我感觉这份工作我无适合啦。哎呦，慧君啊，啊去吃头路是要去赚钱，唔是要去耍的呢。我讲有啥物哦，适合无适合？啊，而且你搞无啥物合理啦。人哦，肯好你哦，去迄个富贵建设这么大集团哦，去做工课，你就应该偷笑啊啦。我当然知影，所以我就感谢阮头家啊。那安尼哦，你还想甲恁头家讲哦？你即马无想要辞职了，要继续做？嗯，我无可能转去啦。这世界。就无啥物啊，无可能的代志啊！对啊，你会当啊用龟、用球、用头的啊，去甲恁头家讲哦，啊，我后悔哦，失职啊啦！我相信迄个头家啊，绝对会忍心哦，答应予你哦，搁返去的。妈，我的人生敢会当予我家己决定啊？哦，你想要家己啊决定人生是？好。你会当去问哦，即马搁倒伫咧病床的爸爸啦，看伊哦是毋是会当决定哦家己的人生啦。啊，搁有啦，啊，即马祭祖啊拢已经哦找着门啊呢，我搁袂当决定哦叫伊哦拢莫来，啊是啊，要互恁大家哦拢去追求恁家己的自由啦。好啦，啊拢莫管这个家啦，莫管我阿迄个庙啦，啊那个妈。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，还佫有进前欠的钱，已经摕，我会赶紧去找头路的。对啊，密码嘞？我会写你啦。哦。这一点仔钱啊，是会当用偌久啊？啊，袂用的。一定要叫慧姐赶紧想办法，摕大条才用的。祭祖哦，明仔搁要来啊，拜托的啦，你赶紧摕一寡钱过来。钱是钱，规工就干那样找我讨钱，当作我财神爷。啊，不管偌济啊，啊至少先摕一寡来啊，让我明仔当先应付遐的债主啊。我已经在想办法啦。只是让阿嬷无法度治疗，啊，不过到底要等多久才能摕到土地啊？我是不是要另外想一个办法，赶紧把土地摕到手？我真正是，哎呦，我那无悔啦，哎呦，你当作你厉害就好呢？啊，钱呢？这，拜托啦，你妈妈呢啦？敢袂当哦，求你哦，讲给我宽待几工啦。我是摕着钱啊，马上就行李啊，拜托啦，好不？拜托。拢给你外久时间准备啊？一直拖啊，想拖外久？我嘛无想要安尼啊，我就是无钱用啊。而且我刚即马在昏迷啊，苗玲哦嘛无啥物收入啦。啊！就算讲啊，你即马甲我拖走，我嘛无钱行啊，对不？啊，无啦，就甲你掠去挂药剂啦。啊！挂药剂哦！妈，啊！你爱我命啊！甲我跑开！甲我跑开！你们上场啊！你们甲我叫！无啦！你刚才不是你凭啥甲人拖走啊？伊欠钱无还，想要袂当甲人拖走？
你欠人钱哦？唔是啦，我唔是啊，无爱还钱啊，实在是我无钱还啊，你嘛知影，我退伍即摆搁倒伫咧病院啊，苗玲啊嘛无啥物信道来，我实在有啥物钱啦？哎，不安尼啦，嘿，两位大哥啊，我甲你讲哦，啊，你看我这边即摆来办的啦，哎呦，啊，那不是敢那三只人甲乞丐无同款啦，啊，你即摆都无钱啊，啊无啦，爱钱无啦，人嘛咸咸，无命好恁啦。哎呀，不明啊！我就刚刚讲啊，我被嫌弃，不被嫌弃，不被嫌弃了。哎呦，你是嘞，我是来跟你斗三工嘞。哎，咱今仔去是袂当做，你莫惊伊啦。哎，龙毛变较歹啊。不是啦，伊只只讲我要甲我拖去，要怪有钱摕去买啦。买啦。哈，你怪有钱？丢啦。好，哎，恁这龙毛真正是，哦，不是人嘞，啊，卡袂着就要挂人有钱。你今仔倒台湾，那么发怒来哟啦。小打包你没有？我跟你讲哦，阮囝是检察官，你一棍若甲碰落，我跟你讲，你管啊头毛生生毛，我即马敲电话伊，吼，叫伊喏来评评理啦，哦，伊弄当卖账哦，卖账哦，我敲电话伊。恁上好紧家己传好啦，阮绝对会搁再来啦。无咯，哎，我敲通啊你啊，你唔得卖账。啊，好，不能行。哎呀，真正多谢啦，哎，拄只好较早有你啊来甲我救啦。无啥啦，啊是讲哦，遐老毛哪会走到你这来讨钱？你是欠人偌济啦？唉，迄对哦，阮翁啊，较早造成你失败啦，欠一堆数啦。啊，原本是哦，每个月啊要拿利息钱啊。嗯。啊，不过即阵嘛哦，我连利息钱哦拢提袂出来啊。啊？啊，恁慧姐毋是多年轻，应该分到袂少钱啊。啊！你自细汉甲请养到这大汉，伊无摕一块钱来报答你养我之恩哦。那讲对哦，迄慧姐哦，领迄个亲哦，根本就无路用啦。伊到今嘛无法度分到土地呢。那较早知影会安尼哦，我迄个时阵啊，就买鸡啥？就客啊！我意思就讲。我会接哦，诶，电山顶啊，去酷酷扫感冒啊。哦，哎呦，啊，即马山顶哦，早咪温差正大呢，当然嘛就搞感冒的。哎呦，对啊，啊是讲年轻啊，啊那也不无土地。伊就即马在等咧要继承财产啊，才会当摕到土地啊。哈？啊，唔多等甲了去巧伊哦。哎呦，即卖人哦，拢真健康呢。啊，山顶哦，空气遮好，迄了去也要食百里哦，应该是无啥问题。上无哦，还佫等一下四五十年呢。迄当阵哦，恁伙计拢无做嘛。哼，我是愈想愈心烦啦。啊，煞出去啊，想要讲遮个啦。对，啊，你今仔日哪有闲再来遮？煞唔知影，我最近哦，工课拢无啥顺啦，想讲来拜拜解解闷呢。哦，啊是讲恁家己着自信难保，我来拜敢有效？嗯，当然嘛有效啊。吼，我甲你讲哦，阮庙啊有财公哦，一招灵蛇，你只要哦好好啊用心甲伊拜哦，伊绝对甲你哦保庇的。敢毋着是嘞？当然嘛，真是嘞。啊，笑啊！迄个刘吉仪啊，毋是来阮庙拜拜了哦，我马上就找着伊查某孙啊。啊，我是讲恁毋是嘛才过来拜，啊哪会拢无甲你保庇？敢讲你有做亏心事啊？我莫别讲啦！我是讲哦，我今仔日已经互遐济主啊，安尼对待啊，已经有够可怜啊！搁别哦讲遮个话啊，甲我糟蹋。好，莫生气，莫生气，我讲生笑个啦。还是讲哦，恁家开庙啊，补这款代志，敢够有人会来拜？哎，哪当安尼讲啦？啊，这人生啊，本来就是有起有落啦。那是有灾难哦，嘛应该是哦，啊，生命啊在考验啦。哦，我知啊，一定是哦，恁替伤济人哦消灾解厄啦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善道天机。所以神明给你听过了。哎，对，个个人拢有啦。啊对啦，啊你今日唔讲哦，要来拜拜。来，先坐啦，领地啦。啊，我去甲家己传一个拜拜的物件，吼，坐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好，别。妈，啊你刚好看到我去山顶找东西。哎，快进来。哎，恁妈妈去甲我传拜拜物件啦。
彩霞阿姨，啊，你哪会来这？哎呀，我都来拜拜啦，想袂到后日拄到恁这。有人来庙里讨钱哦。啊，嘛唔知影是毋是啦。啊，你妈妈带你拜，你家己问伊啦。嘿。啊，你继续坐啊，我去报应啊。啊。哟，喂，喂，慧君啊，啊，你迄脚只边那一搭红红迄啥啊？你去有帮我订哦。哦，可能是我这几天去山顶上，无说有啥物通加着啦。哦，我嘛有感觉淡薄痒呢。哎，你安尼要袂着，我来甲你斗三工啦。哎，擦！兄弟，兄弟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无你等等等等，你创啥啦你？我是去钓狗肉啦。嘿，迄恁查囝后壁讲敢若去有蠓仔叮啊，伊爬袂着，我甲爬爬咧，你是咧？好蠓仔叮滴叮叮着哦，爱抹油啊。你的房间不是有药膏吗？紧去抹。啊，是讲哦，今仔日啊有人客，你出来，你若穿到安尼就走出来啊，啊，这种嘛爱穿一个外套啊，吼，对不？我你要较拜托的，但拢查某人伊有的我嘛有啦，就是惊啥？对哇，啊，我唔知阿姨伫安倒啊，而且我是要出来问你，你敢有看到我穿件杂牌物件？啊，不，你搞的买物件啊，就伫内边啊，袋仔内底啦，伊只袋仔内底揣着有啊，去。妈，啊，我拄则听阿姨讲有这种情况吼。啊无，无代志。你跟你免啦，即马回军哦，是帮我斗趁钱啊，行销啦，伊哪有时间交男朋友啦？还是讲吼，你有啥物好的工课会当啊介绍予伊啊？吼，啊，上好是啊，薪水啊，做的迄种啦，哈。啊，若有即款好康的代志，我家己就来做，佮介绍你查某囝。哎，我跟你讲啦，啊，要找一个好的工课吼，哦，倒不如找一个吼。好呀啦！我跟你讲，领导回军哦，这个婚书哦，交我，我一定哦想办法替你哦嫁好人家。好，安尼多谢啦。哎，是讲哦，这种代志还是爱看缘分啦。哈？对了对了，放心啦，有我都有缘分。对。幸福的梦，念你。Ciao.